只烧了一半的圆明园啊，为什么现在是空空如也？专家的意见就是被老百姓用来砌猪圈了。那么圆明园被毁这件事情呢，至今想起来都让人觉得非常的惋惜。我们后世再也无法打造出一模一样的园子啊，毕竟这个园子是聚集几代皇帝的心血，耗费百年才修建出来的。那么院子其中的文化底蕴是现代人模仿不出来的。而当初这个英法联军呢，对其进行的毁坏，据事后的抢修人员统计，毁坏的程度虽然很惨烈，但至少还有十几处园子是完整的，而且园里的山水体系也是完好无缺的。可是为什么我们现在完全看不到这些？留给我们的只是残垣断壁。那么当时英法联军离开后啊，清朝的这个政府由于缺钱啊，使得修复能力有限，专门派了一些人在圆明园里进行看守。后来慢慢的有点处于失控的状态，八旗兵呢也对圆明园进行了抢劫，不仅砍掉了园里的树木，还将剩余完好的景观进行了破坏。但此时呢，山水体系还是基本完好的。那么在清朝灭亡后，圆明园开始被北洋政府的很多官兵当做是建筑材料的来源地啊，比如王怀庆的私家花园的建设都是从圆明园里取材。曹锟家的这个花园也是用圆明园的砖石所建的，而张作霖的陵墓呢，也是从圆明园里取材而建的。当时的政府官员，一些主要的重要的人物，已经将圆明园作为自己的装修木材的提取地点，圆明园又怎么可能会保留下来呢？而彻底毁坏圆明园的山水体系的是当地的农民啊，住在圆明园附近的农民看到这个园子已经没有人看管了。于是将圆明园当做了自己耕种的地方，出于耕种的目的的需要，园里的山山水水都被破坏了。据说当时有差不多2000多个农民定居在圆明园，他们的所有日常生活所需用的东西都是从圆明园里取材的，连建筑猪圈都是用圆明园里的石头。到1975年，我国一位著名的建筑学家曾经到过圆明园。他回忆说，当时自己就好像进入了大农村，里面鸡犬的狗叫，犬吠之声，乡村的小屋俨然看不到皇家园林的轮廓了。有时候，毁灭我们文化的，不是外国的敌人，而是政府的疏于管理和民众的无知。若圆明园换作是现代遭到了破坏，我们除了修复技术比较高明外，保护意识也会很强烈，肯定会举全国之力对其进行维护。但是这些都是后话。那么这个伟大的园子留给后人的只有无尽的想象和无尽的遗憾啊！有些破坏是可以挽救的，而有些破坏一旦形成了就无力回天了。其实这些东西就是说明了当时国人的愚昧无知啊，也反映了咱们的一种民族的劣根性啊，让这样一座旷世园林彻底的消失了。有人说，为什么我们现存的古迹太少？有的说是我们是用砖头做的，能烧；国外的建筑是用石头做的，烧不了。错了，英国的教堂也是用砖头做的。你发生战争之后，没有人烧过，几百年了还在那里，而咱们是300年一烧，可惜了。英法联军到天津的时候，他们英法联军在前面就烧，那些个王官贵族反对英法联军的人啊，反对义和团的人，他们是杀义和团，后面的那些个农民呢，山东那些农民跟着一块抢。英法联军在前面走过了，他们就进去抢。当时发了一笔小财，所以中国的很多的文物不是毁坏了，在战争当中毁坏了，而是毁在了我们自己人的手里。